兄弟们，这再也不是晴空万里海边等你，下雨了，突然的暴风雨让我措手不及，出发赶海。快看兄弟们，这个在我们这边叫梭鱼，不知道你们那叫啥。挺好啊，这个还是活的。我去，那个死掉了，这个特别的漂亮，看着没兄弟们。带走吧。看兄弟们，哇塞，这个鱼好像已经死掉，但是头型挺立正哦，但是它还是新鲜，刚刚死啊，这可以拿回家饱餐一顿，把它收了吧。你看它这头型，嘿嘿，收。兄弟们看，海螺岛上的螃蟹那就是大，你看看，哇塞，一个大的赤甲红，好漂亮，收。哇，这个小家伙还挺会藏的，看一个海螺，但是这个太小了，不要。马上直播喽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